魏特汽车启动机有限公司生产的高空制瓦车是我公司首创的专利产品，主要用于钢结构厂房的屋面板成型与输送，快捷高效，适用性强，改变了传统的屋面板施工方式。整车有举升系统、底盘、制瓦机和电液控制系统组成，实现屋面板的地面工料高空成型，且方便转移施工现场。上车具备360度回转，作业范围大，灵活性强。先进的举升系统由变幅机构、伸缩机构和平衡机构共同组合，该系统已获国家专利。控制系统采用双泵站液压技术，运行平稳，安全可靠，选用优质的液压元件，布置合理，维护方便。电气系统采用 PLC 智能控制，配备长角控制仪，使用遥控和面板双模操作，方便安全。高空制瓦车主要性能参数：最大变幅角度70度，最大举升高度16.5米，可适应任意坡度的厂房，能实现多种型号瓦机互换。魏特牌高空制瓦车，智能控制，精准出瓦，施工成本低，效率高，引领屋面板、彩钢瓦高空施工行业发展。